你看小时候好胖好可爱哦。这张照片干嘛啦？你看你这张照片怎么拍成这样？我不记得拍过这张照片。那是谁拍的？该不会是……骗你的啦！哦哟，真的很讨厌呢。那是底片的最后一张嘛，有时候照起来本来就不会很完整的啦。你看你们两个姐妹，每一次拍照就只会做鬼脸，看吧，没有一张好的照片可以挑了啦。真的都是鬼脸，没得挑。下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陪了我三十几年的家。进入人生的下个阶段。为什么想和他一起重拍这些照片？其实我也说不上来。或许只是想回到那个整天被他缠着的时候吧。走慢一点啦，姐，你在写什么？没有啊。哎，不跟我看，哪位哥要看什么？哦，不是要照相。哎，最后一张咯，是婚礼上要放的，你笑开心点。知道啦，谁结婚不想要美美的，还给你做鬼脸的。认真一点啦，不要三八了。好啦，不然不然就被数到十嘛。啊，好，那你过来。一、二、三。想到以后不能每天看到这个傻妞，哎，是有那么一点舍不得。是。所以，我决定把我这一生最丑的鬼脸送给他。